你们知道那个语文古诗词填空，水至清则无鱼，后面到底填什么？人至贱则无敌。笑。哎，那个英语选择题，你们知道怎么做？三长一短，选最短；三短一长，选最长；两长两短，就选 B。那如果都不是呢？就选 C。嘿，小七，你真聪明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已经在大神树那儿给你们求过了，这次考试成绩你们肯定不会差。有完没完？我们想考试前静一静。好，你们静一静。走了。谢了啊。加油。